32位朋友们问说，请问人工智慧的技术跟有温度的医疗应该要怎么样结合？非常好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就是数位转型的三个步骤，就是先 digitize、然后再 optimize， 然后再 innovate 的话，可以在三个部分都可以有、做一些论述。一个是说在就是省力的部分嘛，因为 digitize 主要还是为了要省力。那省力的意思就是说你 offload 一些你平常、会对着电脑的这些工作，让电脑可以自己对着电脑，就是它的强项，那你就多一些时间可以对着人嘛。好比像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什么题目，以及像俄罗斯方块下一个转块是什么，这个大家都可以就是稍微瞥一眼就可以在荧幕上面看到。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因为这个技术的关系，更多的时间是放在彼此身上，因为我不用特别去想说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那各位也不用想说到底有没有勇气举手啊等等，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在就是讨论我们目前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先省力，这个还是最重要的。那省力完之后呢，当然就可以 optimize， 就是优化啊。那优化的一个过程里面，就可以变成说，除了说省力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因为倾听是有温度的第一步之外，那你也可以有一些 feedback。那这些 feedback 呢，就是让使用者，我们像口罩地图那个例子，很多人一下子就是说，哎，长者不会用地图，那所以其实它是没有温度，实际上可能是就是非常非常冰冷的、哦。那什么样有温度的方法呢？那这样一方面就是要使它还是有温度的，可以就是告诉他那要怎么样使用口罩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也有人专门去开发给长者使用的，好比像说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就是聊天室里面，就有人冒出来说，哎，是不是只有 OpenStreetMap 跟 Google Map 才能够用你们的开放资料，我不是做地图的也可以用吗？他叫 Frank， 我从来不认识他。我就说没有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我拜托为你做什么啊？那他做的是这个 Linebot， 他说他做的是对话机器人。我想说，对话机器人要显示地图导航，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活动、哦、你怎么可能24小时写出来呢？他就24小时写出来了。那写出来之后，哎，甚至还跟另外两个地图同时上线，那就是叫做机管家的一个 Linebot。那我想很多人是在 Line 上面已经有加机管家 HTC DeepQ 的一个作品。那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很多长者他事实上是只有疾管家，他也不知道什么口罩地图，但是疾管家他是愿意去看，然后也愿意活动，那马上就会有人冒出来说，那跟视障者怎么办？所以马上就有 Siri 啊、Google Voice Assistant 啊等等的朋友。所以 optimize 优化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 API first programming， 就是如果你这就是数位化的过程里面留一些插座，好比像说 Open API 的这些插座，去给其他的人来使用的话，那你一方面在优化自己的活动的时候，别人可以触类旁通的用你这边建立的这些服务的好像接口一样去优化他们的服务，因为有些 不一定最适合他们做，他可以用你的 API 来做，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好比像说像机器学习，那也可以每个院所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这些智慧，而不是分享 raw data， raw data 不能分享啊，透过这个 split learning 啊、federated learning 啊等等的方式去进行分享，那这个是帮彼此优化的部分，那这个就可以让每一个想要接取服务的朋友用他自己最适合的方式，不管是语言啊、节奏啊、认识模态啊等等来接取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大部分做到这个时候就很好。但如果你还想要再往上一步的话，那是所谓的 innovate 啊，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使用者变成你的共同创新者。刚刚这边讲的都还是同业之间的结合，但是这边在讲的 innovate 就是说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变成开发者，那等于像好像让乐高积木一样，就是你提供你的所有的服务，然后他自己来决定自己怎么样串接起来变成自己想要使用的这个体验。那这个当然就是要先把治安的问题啊、隐私保护的问题等等都解决掉，才能够做到这件事。但我们在行政院里面已经做这个做了4年了，就是我们有加一个系统叫做 Sandstorm， 就是沙尘暴，我们好像分成沙巨云哦、沙巨云这套系统。那这套系统就是我们在各自治安什么都测试没有问题，请了白猫黑客来测了半年的这个情况下，那任何在行政院或者是所属机关或者地方政府，只要有 gov.tw 结尾的 email 的公务员，都可以自己上载自己写好的程式。那所以我们在上面就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公务员创造的城市，其实我们最常用也最 popular 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很麻烦的城市，而是一个一起订便当的城市，就是有一位公务员去把行政院附近80块可以买得到的东西都拍了照，那拍了照之后我们今天到底要吃什么订什么饮料，然后他会自动帮我 C 座三样记得我的名字，然后记得我这个之前点的是什么什么清新红茶什么之类的无糖少冰什么之类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你不用一直这个 repeat 一样的这个下单啊，他会自动这个做到团购的这个任务，那这个写程式的人他就不需要去通过什么自然标章检测啊
之类，因为他跑的这个平台天生就是一个 citizen developer， 就是使用者就是开发者这样子一个平台，那这个或许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大家稍微想一想。那我们时间到，抱歉超时两分钟，谢谢大家，谢谢。